想到后面还有新的写文，应该对。
二层次啊。来，上面这两个是什么？一三。三一三。又一二三四啊，二四。二四。二四。但是它是负的，所以负号要给。二。好，所以我们检查一下，这个乘起来是负八，对。这个乘起来是四 x， 这个乘起来是负六 x， 加起来也对。那这个当然对。所以我就可以被它空格写成什么呢？被鞭子卷。x 减二，另外一个可以加四，对吧？加四，所以 EO 答案是什么呢？来自正二，正二还有负四，负四，负四指的是三 x， 三 x 是负四，所以是负。没错，是负四，没有错。可是三倍之后才是负四，所以你要先三分。所以要写答案。X 有两个答案，一个是二，一个是你刚刚说的负四。但是负四是三倍之后，所以要除以三，就是一。第二题。一样，你有三个方法。就是因式分解会是首要的，可是九八九七的这个数字实在太大了，就好像我昨天解你分解192，虽然分解给你看了，你们想半天，对不对？数字有点大的时候，就不倾向不用因式分解，因式分解会有点辛苦。是找了半天，可能还找不到答案的话，这时候你会选择用什么方法？算了吧。K 方法是个好选择。解也不大嘛，因为数字有点大，你平常检视一些数字算出来还是很大。然后如果根号可以开得出来，我们会要求它开出来，虽然不要求你画，可是开得出来我们会要求它开。那么大的数字有时候你会不容易检查它到底能不能开得出来，所以数字如果太大的话，仍然不鼓励用公式解这样。就是以解题来讲，当然如果要算出答案，当然只要公式解所有题都可以算。所以这一题会倾向用公式去，不，用那个配方法去算它。第二题。配方的时候 ，x 平方上去，对不对？
配方就是要完全一模一样。完全一模一样的话，这个2X 上去的话就要怎么样？代表跟它无关，配方跟它无关，所以你要除以2。这个上去要写成什么？要一模一样的，所以就一。所以这个就会一，所以我会需要，一个平方还是一个立方？所以配方法跟这个数字无关，所以比较一下刚刚那个方法跟这个不大一样。配方法只在乎前面这两个，不是前后前面这两个，它只在乎二次项跟一次项，常数项先不理它。所以你针对他们两个进行配方的时候 ，X 就变成这样，这一个就拆成两个一样的配方的关键就在要一样，要一样，这两个要一样，这两个要一样，所以你就可以得到这个。然后接下来你就是我需要配一，你是需要多少就要扣多少，不能改变原来的提议这样。然后接下来这三个。就可以被写成这一个，所以这一个就是就是写一的平方。那因为你这里面包了一个一在这里，所以你不要忘记拿个扣一，所以我们扣一再扣999，然后这一个就会扣多少呢？1000，对，扣1000，所以 x 减一的平方会等于多少呢？扣1000丢过去就会变1000，对不对？所以接下来呢，接下来要去算，对不对？所以谁乘以谁会等于1000呢？谁乘以谁会等于1000？对 ，x 减一乘 x 减一，但是我要透过这个数字来填空格，根号一千，可正可负，对不对？可正可负。所以代表 x 减一的答案可以是根号一千，也可以是负的根号一千，扣掉一才是它，所以不要扣的话就加回来。好，看懂自己写。这个有写对的，请举手。好，放下。好，这个过来。因为你的西是负的，你用正的去算。是配方是吧？好，看一下他们两个的差别在哪里。有时候要用第一个方法，有时候要用第二个方法。慢慢写，慢慢看。自己要去看，只有你自己想，你才有机会学会。好好比较这两题，已经写完的，好好比较一下这两题：因式分解法跟配方法。是，你可以根据过来比较。等一下。
写第三题。所以你发现它一直跟解成功不了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你就想要什么方法？配方跟关系。可以啊，可以直接用公式。那我们就会用公式上试看看，对不对？首先，等一下，我题目写错了，对不起。抱歉，如果我写，你不能说我写错，这个还是可以算，所以会变成什么？这两个变得可以相减，对不对？变得负四 x 平方加十等于零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你会怎么做？乘以负一，好，乘以负一，所以四 x 平方，然后就减十。然后接下来怎么做呢？把系数怎样？把系数变一，为什么要把系数变一？你需要配方吗？你需要公式吗？它已经算配方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这里有 x 啊，所以这个是简单题，也是你们不会算。请问接下来很不错。二括号也可以，就是因为你看到他们两个都是二的倍数嘛，所以是二的两倍，二的五倍，这个是二的零倍，可以，就是整个除以二。那接下来呢？把五拿过去哦。对，把五拿过去。接下来呢？还没开。除以二。对，还没开，要先除以二。然后接下来才开根号，对吗？不会的。就是啊，这题写一写，不算我出错，还是可以出这样的题目，只是这不是我的本意而已。它反而容易算，就是它不需要配方，不需要因式分解，不需要公式，什么都不用，因为它没有一次项。老师，你挡到我了。
自己要注意一下，平方向跟平方向可以减掉，所以就是一个，它就没有一次向，反而简单。先算 v 平方减 4ac， 为什么是加？没有，你要看你的算式，你的算式这是减。你写得很好，可是没有自己看自己的算式。所以 v 平方 ，v 平方是负九平方，对不对？那负九平方你要上个，那就是负九乘负九。嗯。所以用公式算的话，解公式最大的厉害就是 v 平方减 4ac。V 哦，是这个数平方嘛？扣掉四乘以 a 乘以 c， 所以你算出来等于多少呢？八十一扣掉多少？八十一扣两百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需要去把它算出来吗？不用。谢谢小鱼。对，因为八十一扣掉两百，很明显是负的。很明显是负的，所以你就不用算，接下来就直接写。要知道写哪，不减，要写哪养成习惯，每一道题目都要养成习惯写哪。是要写默写看。
过哟。是 A C C 是谁？富士。嗯，而且你写对了。富士，好，后面还会继续想。我们没有办法。对，那所以你就用公式算，因为配方也不好算。负四十八，那负四十八被扣，所以就要加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四扣四十八，它四扣负四十八，变成四加四十八，对，五十二，好，所以你就可以带一个公式型啊。要乘以负一哦。不用啊。
所以复议的好处是回到我们不习惯二次项的系数是正的。啊，对，考证不一定要不用。我们这里就是没办法一次分解。对，不行，因为前面二嘛，后面一嘛，一跟二怎么分都没办法凑出来。然后配方法也不好算，所以就公式。来算看看。
时候变那么大了？那时候看不到。而且算错了。对啊，算错了。然后做一个很好的示范。算错误示范。你说他错在哪里？示范是跟错。哪个？你说鸡胸错了。哪里？十七啊。为什么这里不是十七？啊，因为二十五减五八四。这里应该什么？这是的。是的，不然是三十三的。因为它是扣掉负的，所以应该会变加八。既然是加八，就应该是三十三。讲错。所以这里应该是三十三。好，请答案不要写到这里就结束哦，你要算了。二乘负二的。也才做同学。不是。然后上面就不用算。你就算完变全错啊？对啊。然后呢？所以你们要注意，你有负号，你不要忽略它而已。然后这个答案你看起来很奇怪，因为上面有负号，下面有负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做一件事情。但是你写这样还是全对哦，不会给你扣分哦。我们上下乘以负号，所以这个乘以负号等于四八四五的负根号。然后加乘以负号就变减，减乘以负号就变加。它倒过来写减加跟写加减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可以再。错的请修正。一人为什么是打开起来呢？然后接下来就是应用问题了。来写上四个字，应用问题。好像不够。什么叫做不够？后面还有那个国立大学生来写四个字，应用问题。应用问题的第一个步骤要先找什么？问知识。找题目要问什么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没有的话，等一下下个再找好了，好不好？没有就没有啊。啊，你暂时先，因为也快下课了。来，应用问题四个字写好了。第一个先。来呗。我写在哪里啊？写在笔记本上。是刚写那些叫应用问题。我现在讲的话，你就用写的写下来。讲别的。来，先写四个字，应用问题。写在这里。对对对，写了吗？好，然后接下来应用问题的解题过程，第一个要先知道题目的。知道题目在为什么？写上去。先知道题目在问什么。题目在问什么？最后你写答案的时候，你就要回到回到题目。第二个呢？知道找出知道的线索。对，找出知道的线索。讲得很好，都没办法讲得那么好。第二步骤，找出知道的线索。线索怎么写？线索怎么写？线索会英文怎么写？快点，英文线索怎么写？线索。不是。英文的线索怎么写？线索哥，线索，不是，等一下我来，我也忘记了，就因为如果会英文的话，我就不用写的那么辛苦，不是？题目，找出知道的线索，找出 no 的，什么叫做找出知道的线索？就是跟题目有关的。什么叫跟题目有关的？题目跟你讲的。中间怎么找？肝胆共就是把哪些东西圈起来，这样子。数字，请你挂号。数字。题目发圈挂号。线索来自于看得到的数字。线索来自于看得到的数字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嘛啊？他变成是问题目要问的，题目要问你的那个会不会有数字啊？No, 不会，如果给你数字的话，还需要问你吗？不用了嘛，对不对 ？X 不算数字，是是，但是可以，它是可以拿来运算的。Question 是问，然后 question 你说的是 no question。然后第三个步骤呢？那个写出那个方程，把刚刚列式，把刚刚那两个相信数据。你刚刚是不是有写一个一跟二，对不对？关系是。然后你就做这个动作。合并。写出关系。找关系。啊？不是点点点。你刚刚不是先知道题目在问什么吗？
然后接下来就找线索，对不对？所以最简单的写法就这样，你在问什么呢？我是一个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什么呢？找线索。然后第三个嘞，关系。然后第三个呢，对，就写。找关系。找关系，我比较喜欢你的说法。去北京。第三个就找关系。啊，第四个。解关系，解出位置，找关系，解出答案。对，第四个解出答案，解跟解出可以，解出位置是解可以。来，四个步骤，还有第五个回答题目啊，对，第五个写什么？回到题目，就是写答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这样比较简单哈。来，五个步骤，看题目在问什么，然后就找线索，然后就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改成是写线，像，你要去找工作的时候，或靠关系，对，啊，那个靠关系之前，就是要去想办法找到。要对靠，没关系就要想办法拉关系，对的。最容易靠关系，对。搞什么关系？两个人靠关系，可是他确实有他的厉害之处。问什么？找线索，拉关系，解开始，然后就写答。下课，老师。